是澳门回归23周年的大日子。回归以来，得益于伟大祖国的关心和支持，具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，行稳致远，实现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。妇联总会将继续发挥好社团桥梁的作用，弘扬好爱国爱澳勇党的精神，担当好妇女权益的维护者、和谐家庭的建设者、特区居民的服务者。在这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，澳门特区走向更美好的明天。